被我吓跑了。他开始要准备下找猎物了，你的东西不收好，等一下就下手的目标哦。他在看看猎物了，要抢人哦，开始抢人哦。他准备要抢了。哦，看谁要遭殃了，东西要弄好哦，等一下要抢人哦。你看他要找目标了哦，后面那个一直跟着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要抢了哦，要开始要抢了。你看他要找目标，后面那一只，后面那一只，那一只啊，后面那一只，来这只抢到什么？你抢到一个面包。他抢到了一只面包。哎，那个小朋友，你看，过来哦，看要看要吃东西哦。哎、欸，母的，哦，他开始要抢东西了，小心点。哦，不能喂食。关好水哦，要不要给你清完哦？没看到那一只，这只猴王 ，S 型的 S 型的猴王，高王。这个高昂，他看到有没有什么下手的目标？哈鲁哈鲁红卡灯，阿高没路啊，没发威啊。田氏是人家喂的还是被抢啊？他封起来啊？哦，他进去偷抢。对，他偷抢的。他进去抢。你看他有塑胶袋，还有那个袋子啊，绑起来啊。这是他抢。那他好命啊，那个田氏很贵。就是抢了一包。
边吃边钓。他钓还是故意丢下来？搞不好故意丢下来，没注意。没有，也有。